我们车后面不再冒白烟了，所以刚才应该就是有太多凝结的水在那个排气管里面，它水蒸发了，所以车应该本身没有事。那我来抱一下你吧，长得真的好可爱，长得真的乖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要发出你莫名其妙声音啊？你好恶心的我。别看啥也没有，近看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小 baby， 我的 baby 宝宝，他在抖哎，他冷啊，因为他现在就是我的宝宝了。12 seconds later， 他飞走了，刚才从我胸前展翅就飞了。小赵，你要回来吗？回来妈妈怀抱里。小赵 ，come to 妈妈 ，come to 妈妈，小赵。又飞了吗？嗯，我的小赵飞走了。我的小赵飞走了，他不要妈妈了。还有一些刚出生的小鸟掉下来，从上面这个窝这儿掉下来了。天哪，好可怜。这个应该还活着，活着。Do you know？我要见的这个朋友叫 Edmund， 他是 Hover House 的老板。我们为什么会认识呢？是因为他也很喜欢极限运动，然后他拍了一系列视频，是他在世界各地渔猎啊、探险啊这种。Pistol shows, hold her down with soggy clothes and breeze blows. She's morphine, queen of my vaccine.跟 Edmund 骑完马真的好累，他跑马跑得好快，我都觉得我快都马上掉下去了。他的农场也太美了，有钱真好。我也想未来有一天这么有钱，拥有一个自己的农场，小一点也不要紧，养几匹马，每天跑马。我妈超喜欢马的，想给她买几匹马。我下一个加油站就去买彩票。2000 years later， 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们出发了5天之后，还在加州境内，冲出加利福尼亚。我一路向北，冲出加利福尼亚。唱的好难听啊，你算了。对。开到油表空空，那加油了，加油！又是60多刀，心里滴了6000多滴血。梁阿姨真是干活小能手呢，这是能干的小领导，还能拍视频，还能擦车。今天早上那个帮我们 jump start 的人帮我们还看了一下机油，说我们的机油水平是 super low， 所以我现在要去店里买一瓶机油自己加上。5.35块一瓶，劳动人民最光荣。怎么看到一点点油。 20 minutes later， 到达我们的 motel。那两个人在搞，这家 motel 很便宜，78.39块，但是这里来来往往所有人，所有的员工看起来全部都很可疑，这个地方充满了穷味，是一种接近危险的穷味，就觉得这些人的穷都是有一个很极端的原因在那里的，而且你一眼能看穿这个原因是什么，还挺可怕的。还好我们的车破，看起来我们也没啥钱。我们这间充满穷味的 motel 房间，茉莉点上了香，为了安全。我觉得不至于啊，真不至于啊，可以。我觉得现在没必要，咱一会儿还得走，主要是做饭呢，你全关上干嘛呀？在走廊上一做饭就知道我们穷气逼人了，不会来抢我们。有很多那种学生感觉的人，长得有点像学生那种 feel 的人，也不完全是那种不正常。哎，这个就挺正常，对啊，还挺好看的呢。就是、你又来了你，这个生活虽然艰苦，但也不是很艰苦，毕竟一晚上要有将近80刀。我们还有茶喝呢。我和曹博待久了过后，我甚至觉得我的体型越来越向他发展。还有这说像龚宁娜，还有我找你，我告诉你。喜闻乐见。哎，辛苦，侧脸好帅哦。